他像个拳击手呢，这个皮肤。啊！杀不掉。你别来上，我发育就行。你得把我兵吃了。你飞过来，我们也打不死他。你怎么想的？我又不是诺手。如果我是诺手，那我觉得能杀。这个东西显然是不太行。我是诺手，你这么玩没问题，我肯定跟。我是个剑魔啊，哥哥。我哪有伤害啊？前面你背过来，他吃我全套伤害，我们都打不死他。不过他妈二万打赢了，而且 A 不灭。你把我的经验吃了，说实话有点难办啊，我没有四级，赶紧把他 TP 打出来吧。行，我是打不死他的，我只是想赶紧把他 TP 打出来。他都要无视我的技能了，没办法，谁让打他不痛呢？每次他都难见底的，慢慢来吧。他不知道我留级了。加油吧，这不升六就死了，那肯定的呀，不升六我就不给他贴脸了，我故意卖点血。
哎，怎么了？被他嘎喽！眼睛的 W 能打断对面中单的大吗？眼睛应该是能跑的。一换一还行吧。对面谁的头？卢锡安。确实就，但也不是完全打不动，至少。不叫 W 这 pass 要漏了，叫吧叫吧叫。不开双 W 吗？得把他的大招骗了我才能动手，他大招一直不交我是杀不了他的，我顶着他这个能杀他吗？我觉得好像伤害够，有那么弱吗？死了吧。来得及的这招我熟啊，放心。帮忙，赶紧出现！哎，打的也挺快的，还是帮一下他，越快越好。你肚子痛和稳不稳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焚天我可以慢慢耗他，我焚天的吸血比较给力，他有吸血我有吸血，这个回头就慢了。
还是开了吧，再不走他死。买一送一，还有快递。吓唬我啊！你真打断我啊！赶紧别给他拽回来。行吧，行吧。控小龙吧，那洛斯没大的，我看见了。上上上，后面还有。我还没死，我还没死。有闪现。哦，把这塔下了。这波有点硬追了。啊！我也想过我很多种死的方式，没想到死的这么蠢。哇！一枪把我给扎穿了呀！我觉得还不如搁那。说实话吧，还不如背水一战，又诺了。背水一战，我感觉那是 A 出来还是有机会的。诺了，诺了，诺了。我一刀，其实挺有机会能反杀他的。他只要打不出那一下暴击，他没伤害的。没办法，当乌龟了。哎，当乌龟了就没办法了。感谢超墨的亲叔叔的一个高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打完剑一跑啊，我不在的。坏了，终结也被拿到了。撤撤撤撤撤撤撤。这个没闪啊，
哦，被他闪现给炸了，这是没闪，得买这个，不然他打算 R 我，我得做。快快点，对吧？威胁还是这个卢仙，那我这样我要出布甲鞋了，我还能出水晶鞋的，出不了水晶鞋。水晶鞋抵不住啊！850，再加个800，1600。还差50块。回家应该回家买感应套了。算了，不去带，路线有点危险。他在这里应该放了个眼。还是眼前应该够。这都不让排。还好他没打我，这对面中单打我们打野干什么？打我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有点没看懂他在干嘛，居然不打我，觉得我威胁比，觉得打野威胁更大，他打我必死，他打我就 A 不到辅助那一下横天了，怎么抢红？谁拿红不是一样的吗？都有 buff。准备打团了呀，两件套了，有点小肿，赶紧要打团了。没人要回家，不扫吗？大龙等下被偷了怎么办？追肯定不能追，这路线我应该是能带的吧，怎么可能拿四个人抓我了？算了，这个剧情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大龙下塔不要了，我们去拿龙，大龙一拿下波就能飞进。当然这个上塔我也不打算给他们，不给。好，这可以不吃。上塔给了就掉了三个塔。
样的啊，秦同学？上面是不是还有人呢？这龙要是被抢，这不就亏烂了？不过还好没有。哎呦，买一送三。没啥，你今天是必死。What the fuck？ 突然五个人，但他用闪那就没办法了。他闪现还能解除他的大招吗？他按道理来说，他放大应该是动不了的呀。他是自己闪现把他大招给解除了吗？本来我准备走过去 A 他，但他大招不知道为什么没了。咋按那么慢？我寻思他不大我了呢。那我的上塔怎么办？我的上塔掉了，有没有人管呢？没人管。还带买了个减速刀，你要是没闪你最好是有疾跑。山羊之令已经不好使了。没起跑，那你就嘎。能让我打个河蟹吗？好，应该是可以啊。你过了。Nice。Quadra kill。